或许只是假装路过。算了吧，我打远程，等我等级起来再打他吧。卢仙上路不一定好打，我先上来先打他一套啊。我退了，什么退了？新叔叔说什么？快出来，山羊！一兜兜。起飞喽！兜兜，哇哦，他好猥琐。我可生了啊！这边打下，我得杀他。我就即使换，我都得给他换了。起飞了，兜兜兜，起飞喽！没换，没换掉还，又玩波比啊，我喜欢玩波比。我去中路赶上一波的卢仙吧。有闪吗？带上这些坏家伙。他有没有闪现啊？哎，起飞喽！兜兜兜兜，起飞喽！这我的人头没了呀！命令！兜兜兜。兜起飞喽！还行吧，给他换了。好肉啊！我打不动人，那就伤不到人。我应该先跟闪再接 W 的减速好了，你知道吗？ W 技能伤害没打着，怎么带重印呢？我想了一下，重印可以一技能爆发伤害高一点，你要强攻他不一定能打得出来，强攻点两下人跑了。起飞喽！真肉啊！走，追他中路。起飞喽！起飞喽！啊哈，没打过！哎呀哈！可不，可不得开眼。想看焰火吗？对劲儿了。
哎，我没打小，我打的那啥，我打的是那啥呀？说话了。哎，我刚才一技能没打我吗？我怎么在打小兵了呢？我点魔亮剑了呀。老司机为什么没带上我呢？哎，我没上车呀。希望这个凯爷不要蓄势太高了。我不管啊，我见人就跳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，我可不管，我见人就跳，谁也别惹我。起飞了，抖抖抖抖咚！这卢仙挺能抓人啊，他去完下路去上路。哎呦，这个人啊，挺能跑啊！看来我们也得去抓抓这卢仙了，你不抓他，他来抓你，他就很烦。真的，你不往中路走一走，这人现在开始疯狂了。再见呀！吓人呐！起飞了！你等会儿啊。起飞了，抖抖抖，你给我死！哎呀，起飞了，哪有伤害？我打死他！起飞了，漂亮！剑，我走了。
下楼一塔没了。谁带头盔了？我也应该带爆破，对吧？但是没有血统的话，哎，漂亮。起飞了！再见。哎呀，打不动了。对，死了。打不动啊，太幼了。漂亮，这波一换三啊，血赚。没有我们的死亡，就没有我们家队友的一换三。防守阔步。防御塔部分即将脱落。暴击了。我或许只是假装路过。第二件我们决定直接清远啊，就能打动了，等着打不动。走，再见。走，挺吓人啊，挺吓人，挺吓人的，这好玩吓人，这老山羊可挺吓人的。哎呀，这没打死啊！我靠，玩不玩啊？哎呦，这能差九滴血啊？光头，光头。很明显，光头没有理我们。哪有十五滴血？九滴血，九滴血，最后给我屠死了。哎呦，我星界游神双杀了。我看看对面滑板鞋什么装备啊？闪现起飞了！靠！哎呀，烦死了，这滑板鞋杀不了。今天我必须追的啊，今天我必须追的，假装不追了。滑板鞋有闪现，这波滑板鞋没闪现，我们把他杀了，其实就挺舒服，这挺难受啊。中路没了。来呀，格雷文塔下人干了。
有没有人管了？还有没有天敌了？起飞了！嘟嘟嘟嘟，起飞了！靠！简直难玩！是吧？打降落了，那能投吗？那不能投降啊！起飞了！起飞了！他是不是要钻入我的身体？闪现，闪现可不行。哎哎哎，这动物还可以，我马上钻啊！我马上钻。起飞了！什么东西给我暴击了？潘森给我暴击了，给我扎死。潘森的装备有点好啊。滑板鞋没出暴击装，潘森给我扎死了。潘森一个扣把我们俩都扎死了，串扣上了。这滑板鞋都能打得过，就是潘森凯隐那什么差点劲。起飞了，潘森咱可惹不起，换一个人吧，换个卢仙什么的。在这等一下，别着急，把卢仙给他杀了。起飞了，嘟嘟嘟，起飞了，嘟。你不敢和我赌。挺住啊，兄弟们！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一个飞机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。赶紧把上塔给他拔了啊。哇，这边三条龙啊。小龙有点多呀。我们假装走了这波啊。但其实我们要过来杀的卢仙，等他把技能都用了呢。起飞了，嘟嘟嘟嘟嘟，就杀的卢仙，还行，基地爆炸不了啊。起飞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起飞了！潘森、潘大爷、潘大哥、爸爸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我有闪现呢，还追呀？哎，还追呀？我走位，还追！哎呀，我靠！370、390，我跑不过他。可恶的潘森，他太能追了的。还行，小胖子。
出个什么呢？出个叉子吧，出个无尽吧。现在再出叉子伤害不够了，出错了，出错了。先把这个买了，来把大剑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俺们这边一打三吧。那队友四个打俩没打过啊？这怎么冰心还得给我触发的呢？玩不玩？卢仙好了，伤疤忘了疼啊！我发现啊，有这么狂吗？不用你 legendary， 一会儿我就起飞。先把夏洛伊塔拔了，守一下基地。起飞了，完了，人有点多。行，他们杀我就别开基地。队友挂机了，挂机了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挂机就挂机吧，挂机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。尽力而为吧。嘟嘟嘟嘟，哎呦，起飞了！嘟，起飞了！嘟嘟嘟嘟嘟嘟，进塔呀！进塔呀！你不挺肉的吗？小龙，没法要了。投降，聚聚。